要的，然后只有一件事情需要帮忙。那首先就是我现在到已经到司改会工作，然后工作一阵子，把几本书现在目前那个 CCBY 那个就是什么 SA 4.0 放出来了。好，那像这本书不错，可以教你面对像哥兰伟的警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好，甚至被逮捕要怎么办。然后这一本是给律师的，是抢救被告律师在刑事交战手册，然后欢迎大家使用。然后院士档已经放在网络上了，如果有人要去做成 API 也是完全欢迎的。那另外司改会有一个那个数位典藏计划，然后目前我做了一个范例的 API 出来，然后那个范例 API 大概长这个样子，就是里面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拳会有一个资料库，那基本上就是跟这资料库里面的内容类似，就是他们过往推的资料，然后会议记录，或者是甚至他们的一些访谈记录这样子。那我不知道丢出来以后大家能够做什么事情，就是欢迎大家去发想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党产的部分，国民党党产的部分，目前已经做出那个大家都知道做出党产地图了，然后那个网站的 source code 也是放在 GitHub 上面，然后请大家去国民党党产这边看。然后刚有很多人都提到希望可以画那个地图的部分，然后里面也有一些 code 是拿来画地图的，大家可以参考。那再来是那个刚有报告一个国会调查兵团，哦，国会调查兵团它目前现在已经有开放 API 了，然后长这个样子。像所有的影片就是 video 的 API 就像这样子。然后想要征求有人有意愿的话，可以帮忙接到那个那叫什么立委投票指南上面去，那应该会算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好，那最后就是要真人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我要请人帮忙组合一下今天的罢免公报。那罢免公报现在就是昨天我请问了脸书大神以后，已经有人丢出了几个哇，贴错了是不是？还是我贴错了，不好意思。那个我已经有一组照片在网络上了，然后大家可以去下载下，然后我需要征求一些 Photoshop 高手帮我把它组合成原来的公报的样子。那如果说你中间连接的部分不清楚的话，乡长已经提供了实体公报在这里。那我希望这个东西最后可以达到，就是只要有影印机或者是有印刷机，我们就可以复制出一份一模一样的公报，然后让大家可以放在家里面膜拜一样都可以。谢谢大家。